你看花儿多红啊，小花一般散落地上，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荫送我乘凉，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，你别慌张，你如此慌张，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，看满荒唐写纸上。这匹马的马脚呢已经修复完成了，那么这匹马呢伴随着我们的家庭已经好几十年了，这个呢是一个家的记忆，一个家的味道。虽然呢这匹马呢它的价值呢并不是很高啊，年代呢它呢就是属于80年代的，我们可以看看胎底啊，胎底呢有一点干老了啊。这匹马呢会让我们想到小时候，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家庭，特别呢是想到我们的父亲。这匹马呢它呢虽然呢身上呢有很多脏的污渍，这个呢老婆哥呢并没有把它清洗掉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咱们所说的就是老油泥啊，或者是咱们所说的老包浆啊，这个呢为什么不舍得把它清洗掉呢？这个呢有我们儿时的记忆啊，也有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在里头，所以说呢不忍心呢把它清理得特别的干净啊。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吧。小花一般散落地上，